谁能告诉妈妈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是龙年。哦，他们今天给你们带来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那么你们要对他们说什么？谢谢。还有呢？新年快乐。妈妈，我说我们要对着我，快过去一起说，一二三。新年快乐。哦，很好，很棒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是老师昨天已经怎么了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等一下，妈妈马上就来了，好吗？我说过我们分为两组，对不对？一组先做红包，一组先做什么？那个舞龙，是吗？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，昨天已经教过你们了。那么等你们到时候，如果是老师说，哎，请你们回到这里来以后，请你快速的把自己做的东西装进那个袋子里面，好吗？上面写了你的名字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准备去包饺子了，可以吗？如果你已经记得那个东西是怎么做的，然后现在你可以回到你们的。